伫1980年，就是尤贵先生伫战后第一摆会当出国，伊应爱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室邀请去美国的时阵，因伫加州有来接待尤贵先生。迄个时阵，咱台湾人伫美国所成立一个北美洲台湾文学研究会，嘛拄啊成立无偌久。林心弟嘛是迄个研究会成员。伫咧欢迎尤贵先生的时阵，伊伫迄个所在来唱一条伊家己所做的、家己写的曲、家己写的词，纪念尤贵的《压不扁的玫瑰花》哈，就是《春光关不住》这条歌哈，所以。咱真欢喜，伫拄啊转来，要来台湾新人去任教两年的时阵，伫海外，林心弟先生嘛足关心人权运动、社会运动，有真久的时间，伊嘛是乌名单的一类会当转来。咱即马真欢迎伊，也真欢迎转来台湾，甲咱斗阵，也真欢迎伊会当来甲咱唱这条《压不扁的玫瑰花》哦1982年，因为第一摆去美国是伫洛杉矶的欢迎会，我做一条歌甲伊欢迎。我记得印象上深的，就是伊位头啊，到尾拢坐甲直直直安尼吼。伊虽然一生坎坷，但是我感觉伊意志真坚强，啊，搁到年老拢也有真活泼的心情。我那想也会当看到伊，你甲囡仔相走，一路走向自由的道路，民主、和平、快乐的新国，路无远，都伫遐。伊是一个做远的人，一支笛。咱第二部分有真济个歌曲，拢是尤贵先生伫绿岛个时阵，伊伫遐写真济剧本，甲绿岛个真济因个男友，透过伊即款个话剧个演出，来表示伊真济反映着人、农民、工人啊，这些人因。伫个困苦的时阵，伫追求的迄个故事，而且个歌曲，拢是伊剧本内底所运用啊，所来运用的一挂歌曲，有真济是咱台湾的民谣，啊嘛有外国的歌曲，啊，伊拢用伊家己的戏剧内底来引用遮个歌曲，啊，伊家己有呾用家己的想法。家己的迄个记忆
来甲用伊迄个干破呢来记录来破。所以杨贵先生伊多才多艺，伊有阵仔家己嘛伫遐简单咧做曲，啊有阵时啊伊就是用伊家己的迄个记忆呢来记真济迄个啊其他的歌曲来配合伊的戏剧咧用的时阵。伫这个节目要开始的时阵，咱真欢喜要请到一位国立艺术学院的音乐系教授，伊本身也得到作曲的博士学位的潘世基啊潘教授啊，来特别是对杨贵先生伊的剧本内底啊所应用的一挂歌曲啊，伊来发表一挂伊的看法，很请潘博士。各位大家好吼，今日这个杨贵的迄个纪念会吼，透过这个音乐的方式来表达，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方法吼。啊，我个人是真直接真感动。安怎讲呢？有两点原因嘛。第一点可能跟我的这个职业较有关系。我是伫个大学内底教音乐，啊教的阁是作曲吼。伫个迄个环境内底，我常常看到同学吼学生，因个每工就是拢秘伫个迄个琴房吼内底咧练琴。我常常咧想，因到底敢了解音乐的意义是伫倒？到底音乐是要创啥？安尼个疑问呢，我今日伫遮呢，拢无感觉。我真安怎讲？真投入伫个听这个欣赏这个音乐，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可能甲第一点有关系，就是我感觉伫个台下顶个即挂演奏者，足用心个。所以用心，毋是讲咱咧讲敢若伫音伫迄个音乐系个同学迄种用心吼。是无共个，因个用心，互你个感觉着，因发自内心吼，为心内掏放自由因家己，伫遮咧演唱。即个是一个，就是讲迄个音乐演奏吼，就讲即个迄个表演个时阵吼，一个真难得个一点吼，因为毋是每一个人，也是讲每一个音乐团体吼。迄种会当透过因迄种真自然的方式，真幽默吼，比如玉成安尼，三不五时安尼加一句落去，安尼把迄个气氛拢安尼淡化，但是佫伫个真自然的方式来进行一个音乐吼，所以这是一个真难得的所在啊，这是两点。整个来讲呢，这音乐是内容吼是真丰富。有大家拢真熟悉的，敢若讲民谣方面的吼，有大家我即个时阵较熟悉的迄种校园民歌的迄个演唱方式，当然阁有一个讲所谓迄种咱台湾人的说唱音乐吼，特别是即、這个说唱的即个部分吼，因为伊是咱台湾早期伫个迄个流行音乐也未兴起的时阵，一个真重要的音乐的表现的迄个方法。但是呢，今日咱无感觉讲迄种说唱是落于俗套，还是讲真浓哦，完全无感觉着。安怎讲？因为因有法度用这种较俗的这个80年代、70年代迄种较属于迄种摇滚的吼的方式来表现吼，这是一个甲时间佮结合的一个，这种有这种在安怎讲？有在潮流的迄个前面吼。这是一个真难得的所在。另外一个就是讲这个说唱，因为我感觉伫咱台湾这个流行音乐内底吼，用说唱的方式是一个真少人去掌握的一个方法之一。这是可能在几年才开始有人去尝试的吼。伫个我家己感觉，伫我听过这真侪流行音乐内底会当成功的透过这个说唱的方式。来表现的只有两个人吼，大家今日真
庆幸吼，这两个人拢伫台顶吼，一个就是陈明章，啊，一个就是朱玉信。所以我今日对因真期盼，就是讲希望因再接再厉吼，甲咱写出真侪属于这块土地的音乐吼，啊，互大家来遮欣赏。啊，这是我对上半场的一个感想。下半场的音乐是头拄啊主持人李先生已经介绍过，就是拢是杨贵先生早期就是伫个江南迄几十二档所家己编的一挂故事音乐剧。这个音乐剧内底，我头拄啊有看迄个手稿吼，迄个玉信提我看吼，内底有真侪拢是迄落。咱迄个大家真熟悉的迄个民歌吼，台湾歌，有一点点啊是迄个国语的，吼，也是讲用归透过这个台湾民谣的旋律吼，加入用唱，迄个唱词用国语来表达。这个方式是一个真典型的迄种被压迫民族的一种方式。安怎讲？我举一个例啦吼，迄个十九世纪初期的时阵吼。大家知影，意大利当阵也毋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分裂的国家，被就是讲嘛是去用管的吼，去吼，和奥国啊和法国管过，吼和这两个国家管过。当初迄个时阵，大家知影有一个真有名的作曲家，吼，意大利真有名的作曲家之一，就是威尔第吼，这个人大家拢真熟悉，伊创作三十几部的迄个歌剧吼。伫个迄个早期，伊个创作个迄个早期，就是讲意大利还没有统一之前吼，伊迄个创作，伊拢是透过间接的方式表达伊对迄个意大利迄、那个，就讲要复国个迄种心愿。但是迄当阵意大利因为受人管，所以因有真强个迄个叫做 censorship， 就是讲有一个电迄、那个审核个迄个单位吼，来专门审所有个迄个稿、迄、那个剧本吼。所以当然，不管威尔第是真有名还是真无名吼，拢爱经过这个审查的迄个单位通过，所有的剧本才会使上舞台表演。有一个伊早期的一个真有名的歌剧吼，伊就照迄个圣经古约的故事吼，就是讲犹太人要复国的迄个心情吼，迄段迄个圣经的故事来当作这个。伊歌剧的所有的迄个等于主题吼，主题啊，真成功，甲台下顶台下卡的迄个观众、听众的迄种心情吼，拢给带到一个高潮吼。当然这是一个真典型的做法。当然我唔知影，因为这个今日这音轨的迄个内容是安怎，因为我也唔捌看过吼。所以我也无法度对。讲什么话？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伊个想法伫即内底。头拄啊，玉信叫我留一寡互伊讲，所以我就甲以下的时间拢交予玉信。多谢。玉信，你讲话。逐摆来想到杨贵先生，伊伫1950年去疗愈关的时阵，伊拄啊47岁，47岁，好，就是我即马即个岁，我今年47岁。伊1950年开始，咱即马咧所讲的白色恐怖的50年代，就是指迄个时阵。咱知影1947年发生二八事件。我就是出世伫1947年，所以伊抓起是47岁，是我3岁时阵。但是二八事件迄个苦难，毋是干那1947年、48年、49年，是整个的50年代，台湾最上是伫迄个白色恐怖的时代。迄个时阵，有鬼，甲真济台湾的文学家、艺术家，拢伫掠夺。各位若较详细。最近这几天，有看到就是《暗报》的本土副刊咧介绍一个念影仔欧阳文、欧阳文哦，同款，迄个时阵嘛是伫了岛，真济台湾的文学家、艺术家，伫50年代，因本身无一定是1947年的二八事件直接的受难，但是白色恐怖的年代是有真济文学家、艺术家、政治意义分子伫
伫迄个所在，因为伫迄个所在，伊常常变革。咱看即几条桥内底，伊像伊个牛犁分家。我1970年，因为已经出来成十冬个时阵，到七八冬，五二六二年出来，所以常常听到伊咧讲伊只戏剧，像牛犁分家，是讲咱台湾人伫即个岛屿，咱袂使像牛甲犁来分开去。一只牛，伊若无甲犁做伙，就无法度来犁田。所以伫台湾个土地顶悬，咱所有个族群，就爱像牛犁安尼，牛甲犁若分开个时阵，咱个田就会趴远去，咱就无法度来种植。伊足济个戏剧，拢是表现出来即款个主题，就是一个共同努力来创造一个和平幸福个台湾迄款个主题。伊会当掠伊关，防掠伊关，就是因为和平宣言，咱知影。因为和平宣言，因为主张和平掠伊关，即款个历史实际上是一个真荒谬历史。尤贵先生常常咧讲，拄仔咱也介绍过，就是比起伊个太太叶桃女士来讲，伊是一个非常个，会晓讲身体无啥好，伫细汉个时阵就是真脆弱个伊个肉体，但是伊个精神非常个坚强。伊讲，伊将来都毋是暴力分子，因为伫细汉个时就开始来看人咧冲突相拍个时阵，伊敢若我伫边仔看，伊是敢若我伫用意志，伊是无可能用伊个身体甲人冲突相拍迄款个。所以伊伫主张讲，武力、暴力无法度解决问题。所以伊伫讲和平宣言个时阵，伊嘛讲非常一款来误解、来曲解着伊个意思。和平宣言是1949年伊写出来的时阵，啊，这篇宣言呢，予人提起上海，发表伫上海的大公报、大公报。听讲陈诚迄个时阵，伊看到这篇的时阵，非常的生气，因为迄个时阵已经安排要来伫台湾做省政府主席，啊，等于要来接收台湾的时阵，已经中国已经开始国民党政府要撤退的时阵。伊已经准备要来台湾，1949年要来。要来以前无偌久的时阵，伊看到这篇宣言的时阵，因就想着讲，这内底可能有表示台湾某种程度的异己分子，啊，因底下得起什么作用？所以伊1950年掠去关的时阵，迄个时阵拄仔讲进入台湾，所以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的时期，内底有几伊的内底有歌舞剧。有危机啊，像这个苏桂红，第一个这个苏桂红，伊就引用着李林秋作词啊，邓丽媛作曲，迄个苏桂红来伫伊个一个歌曲，歌舞剧，迄个歌舞剧内底是安排足济啊，甲老人啊，甲老太太，因伫遐伫快乐啊，伫迄款个啊，伊个内底迄个一个戏剧啊，叫赤坎，甲那拍拓迄个拓荒迄款个。啊！今仔日嘛足欢喜个，李林秋先生个公主啊，来自这个所在啊，我看。伊就是咱已经过身去咱个前辈作曲家李林秋个公主啊。伊《苏桂红》这条歌引用伫个剧本内底，啊，譬如讲伊牛犁分家，牛甲犁迄个分家即个吼，就引用到迄个像农家。等下，等下，嘘，袂使偷讲。所以有足侪伊迄个作品来讲吼，迄个时阵我感觉讲，像咱台湾，我拄仔讲个，1980年代，咱1980年代开始有足侪戏剧，有足侪小剧场。有当有戏剧甲小剧场个时阵，一定表现社会小可有迄款个解放，小可有法度提供一个环境，予真侪人对社会个不满透过戏剧来表现。我拄仔讲。像上过夫伫1930年代台湾，就思考到这个社会问题。迄个时阵是规个世界，拢是伫迄个反抗、迄个整个所谓资本主义所形成的即款的贫富不均，也是迄款的对弱小啊，对迄款的阶层的迄款的压迫的即款反抗。咱台湾的知识分子伫日本伊咧读册的时阵，也受到真侪即款的影响。
但是迄款的时代有真济知识分子、真济文学家、真济艺术家会当来表现迄款的戏剧。咱伫八十年代，伫即卖咱就看出来有较济即款的情形。但是杨贵，伊伫感觉内底所做的即款的戏剧，不管是歌舞剧，还是啊话剧的，拢某种程度来表现啊即款的心情，即款的心情。所以台湾的文学家伫迄个时代就形成一个抵抗、甲自我批评的迄个一个传统，因为伫迄个时代内底。文学家伊感觉袂使讲关伫房间啊内底，无去关心着社会。像尤贵即款个文学家，伊关伫绿岛时阵，伊嘛拢无停来写遮个剧本，来伫遐演出遮个啊遮个戏剧。伊真侪只剧本拢寄予即个朋友呢，是伊出来个时阵有真侪朋友把即个原件阁寄予伊，把遮资料阁寄予伊。所以上，我相信有真侪咱台湾个文学历史个遗产。拢像即款个同款，伫咱五零年代白色恐怖个时代，有通把家己遮个作品烧掉，但是有若有一挂作品会当留落，总是咱伫遮会当看出杨贵伊个戏剧内底所应用个音乐个素材，所应用遮个歌曲。我想今仔日咱阁继续个节目，会当伫即个所在来甲即个杨贵先生个戏剧内底精神，透过伊遐所应用个一挂歌曲，遮个歌曲。伊范围非常的宽，伊风格嘛非常的广泛。咱即马就来继续来开始，第一个就是啊苏桂红啊，咱即马开始苏桂红。啊吼，可勉强也是在吼，甲交代规波袂使偷工，这段给我了。来，你请坐，你请坐。哎、欸，楼顶落落啊，会当落啊。今仔日吼，阿袂啊，啊我去讲话，我讲。今仔日是杨贵纪念音乐会吼，唔是李林秋纪念音乐会，所以歹势吼。因为伊咧写这个时阵有笔误，还是讲以前听去别人安尼唱，对含李林秋原来做个词有一点仔无同款，所以吼手感遐歹势。今仔是张伟贤囝吼来，咱无个款，无爱管伊。会使袂？会使啊袂？啊袂使，我搁讲笑话好了。会使甲记者。注意听我歌词内底吼，含李林秋的声音无同款吼，来。